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今天我买了一个超豪华的玩具哟。嘿，蹦蹦蹦蹦蹦，超级飞侠，豪华总部基地。基地里今天都有谁呢？我们打开看看，里面都有谁？中中中！侧面，嘣！叮咚！哦！还有还有！嗯、哇！还有我们的超级飞侠朋友们，超级飞侠乐迪。太空车陆奇，潜水艇威力，消防车大勇，工程车多利。哇，欢迎你们，超级飞侠！哦，有人打电话啦！嘿，是金发，晶晶姐姐，我遇到了困难，快来救救我呀！啊，糟糕糟糕，金宝遇到了困难，超级飞侠哪里有困难？你们救救金宝吧，晶晶姐姐，别着急，让我去控制台看看金宝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。变身，出发 ！Go。OK。乐迪，乐迪，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救金宝了吗？已收到任务，我需要超级飞侠全体集合，出发，上升。哦，第一个任务我需要用到超级飞侠消防车大勇，出发。哦，大勇出发。哦，准备执行任务吧，变身出发。报告，第一关灭火成功，拯救金宝任务继续吗？乐迪，乐迪，大勇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，下一个任务是谁呢？潜水艇威力，出发吧。Okay。 好的，威力加油哦。威力出发。哦，威力准备好了，执行任务吧。完成任务，陆奇，最后一项任务你要加油哦。OK， 没问题，保证完成。陆奇来喽，出发。嗯，准备发射火箭。OK， 成功。哇哦，你们快看，金宝获救了，谢谢你们，超级飞侠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执行任务最棒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